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推许。那我们今天游玩的游戏是志冠出品的《龙神》，那这一款游戏是香港港漫改编成游戏的哈。然后这款在1996年，台湾这边上市。那它的游戏的故事叙述方式就像漫画一格一格演示给大家看。然后这款游戏是有配音的，但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配音啊，因为我玩这款游戏已经很久没玩，没有重新玩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蛮意外，在 Win10 的系统这样可以顺跑这一款游戏，我原本还担心会没办法玩，结果超级顺的，完全没有遇到什么问题。然后我的光碟，我那时候很担心我光碟能不能安装，哎，结果安装无语啊。安装无语啊！感谢各位。好，展开正义之旅。序章，龙神。各位来自东方的神族战士，由于神中神的离任，龙神之位正有一名空缺。今天召集你们的目的，便是要从五人中选出一名当此重任。记住，你们必须尽全力做出比试。是。好，比试开始。好，声音条件是敌人全面，龙神被灭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大家要全力以赴，愿正义之光照耀你们。好，我们先选 yes， 然后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龙神的等级 HP、MP， 然后 SB 应该是蓄力那个蓄气，我记得 AP 就是AP 是什么啊？攻击力 ，DP 是防御力，然后右下角是经验值。然后我们就点击，然后点敌人的时候会出现特殊技、合集技、必杀跟武技。那现在只能用武技，因为他的蓄力值还没有满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然后敌人攻击你，你可以选择防御或是反击。那我们这边先选反击。好，反击。果然非同凡响，非同凡响，好中二啊！那想当然的，如果你按反击的话，你被打的伤害就很高，所以很快就死了。但反击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OK， 他蓄气了。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好 ，OK。哎，我不能动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不能动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攻击，我反击，所以我没办法攻击，我没办法移动了。哦，是这样，都忘记了。哦，可是我打到他们，好像攻击距离那么远哦。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尴尬。想说给大家看一下宇宙三级火了，然后这是防御 ，OK， 我一样不能动，所以我们要蓄气，是蓄气吗？防御，我快死了，他们有回合器，哎，为什么不能动？为什么不能动？他可以一直动的，奇怪，我休息会回血，哦 ，OK。好，很好的设定，我喜欢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动？是反应太快，是不是？那我按慢一点。啊，可以嘛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想说，怎么会不能动？好，换招式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哦，这可以储存档案的，存一下。
配合音乐的哦，太好了，不然有点尴尬。宇宙三级破，宇宙三级破，帅啊，帅啊！天哪，现在看起来好尴尬哦。得到幻火第一重，铜墙铁壁。新任的龙神上前来吧！以后你将要肩负起守护东方天界的重任，记住，你以后就名为龙神。哦朱雀，快点上前吧！哈，龙神正等着你呢。恭喜你呢，不如……多谢。龙神向大家说番话吧。各位，我龙神从今开始会竭尽所能，以正义维护宇宙和平，并将正义散播到整个宇宙之上。第一章，守护定天意。大王，准备好了。那个可恶的定天仪，一日不消灭他的话，那么邪恶力量便只会永远臣服于正义之下。今天我们魔族便要创造历史，改变世界，把邪恶势力扩展，宇宙将会变成黑暗邪恶，永远也不会再有正义两个字。哇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是。哇！哈！何方妖孽？果然厉害，不愧是大长老啊！废话少说，你们到来有何目的？我们奉幻魔之命前来破坏定天仪，要命的快给我滚开！可恶！死吧！定天仪乃神界之物，用于维护宇宙法则，平衡阴阳。如果被你们摧毁，必定宇宙大乱。今天老夫就算牺牲生命，也要守护定天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么想死？我便成全你吧。真的这么好笑吗？大长老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我都快笑死了。啊，你们就是所谓的四方天神？看来跟那些不中用的神族战士一样吧。幻魔大人未免太小心了，这样简单的任务也要出动我和风极魔神。
看来待风极魔神到来之后，你们已经变成宇宙中的灰尘了。好大的口气，你到底是谁？那个幻魔又是什么家伙？幻魔？玄武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听到幻魔会这么紧张呢？不是紧张，是害怕。听到幻魔大人的名字，有这样的反应，绝对不出奇呀。幻魔大人是全宇宙最伟大、最强的战士，而我就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电极魔神。最得力的走狗吧？岂有此理！我要把你轰成碎片！不得放肆！这里是集天地正气的神圣之地，你们这些妖物休想活着离开！好，先存个档。你看，医生又没了。攻击。哦，好痛哦！好痛哦！毒蝎会补血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看还有没有办法补血。太痛了吧？可以帮人家补吗？回复 HP 58，不行，只能帮自己补。我被冰住，还被我冰住了。这好难点哦。他应该不会反击的吧？不会，很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攻击，好像每打一次，他都会退后一格。好弱、哦，我连一个传道师都打不赢。GG， 不会一下就死啊？我靠！等一下，这场是打得赢吗？我很怀疑。太痛了吧？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那我要打重建这个。哎，不行。特殊攻击，反正你是，所以这个没办法用，只能用这个。OK， 试试看。哦，然后后面有人站着的话，你攻击他的话，这个人的伤害也会提升。好像比较痛一点，很好，反击看看。看来虎力的防御力比较高一点。不过这个人叫玄武应该很强吧。什么？再打两只，这只快死了。然后这只玄武打有必杀技哦，那用必杀技看看。好，这招什么？我怎么觉得好尴尬啊？
啊，打不到我，太棒了。啊，刚刚那个是必杀技哦，难怪这么痛。反击，去死吧！啊，还好我防御。哦吼吼，他在被那个 boss 放电，我就死了。不要啊！不要放电啊！啊，还好，还好没事。还好你不放电。出的档，等一下，好像没音乐，很尴尬。他为什么不会 repeat？ 好，按移动之后才能选敌，选其他人。死了，然后补个血。好，宇宙三级破。好，玄武规则，看一下哦，特殊通向铁壁。哦，原来有这招哦，早说嘛，用给自己。OK。先防御好了，我怕那个 boss 又放全场攻击啊！我按错了，还好还没打我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他也在蓄气啊。OK OK， 我们帮这个。那我这个耗什么？先帮朱雀补个血。他这耗 MP 吗？对，耗 MP。好，换我啦。这操作真的是有够难操作的。应该先打这一只，对不对？Nice， 直接打这只。他为什么那么痛吗？因为后面挡了一个人。假设这个敌人在这一格，然后我方人员或敌方人员站这一格，我只要从这边打过去，然后后面会撞到人，那他伤害就会加成。对，可以选其他的，刚好试到。那我们必杀技留着打那个打 boss 好了。他解冻，哎、欸，还好我用铜墙铁壁。那以后就是放那个放玄武出去弹，啊，他过来，他过来。OK， 我那朱玄武去弹了，可是我要去拿宝箱。哎，该不会又当机了吧？不要，不要当机啊！哎，没事。那我先用特殊技，看一下，可以用特殊技吗？可以，先冰他。碎，太棒了！这时候刚围殴他，
先帮自己补血。休息。其实我有点忘记续集是干嘛的。可是每个人攻击距离都蛮长的。龙之心 ，OK， 好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终极电光，干，好痛，自己害死自己。痛吧。等一下哦，我转换，只剩34D， 34MP 了，不够冰他，冰不了了。才2D 哦，这么烂。啊，蓄气才这样。烧痒痒啊。Hello， 阿青。阿青。你的十级风暴呢？不是、啊、你的。他的招式什么忘记了。给龙神。朱雀站这里。在这里，然后休息，然后龙神站这，宇宙三级破，去吧！宇宙三级破，哇，直接解决！怎么样，你的首领走了？怎么样，大长老，这能泄你心头之恨吗？大长老，你没事吧？小心，妖物并非属于这个宇宙的。龙神，怎么办好呢？大长老的伤势看来不轻呢。龙神，你和朱雀快向天机如来求救吧。朱雀，你和玄武去吧，这里有虎帝和我留守。嗯，好的。朱雀，快点儿。